这个地方可像是被充军一样啊！可不是嘛，队长，要是有9个女人就好了。是啊。哎，他们俩是哪个单位的？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，也许是上面派在这儿来迎接你的。 很久没回家乡了吧？啊，已经有3年了。您老在一定会很高兴。一切还是跟从前一样啊？不见得吧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嘿，那个前任队长啊，他还没有到任，没有想到就在半路上死掉了。嗯。啊，大哥。 好像是凤九回来了，杨凤九啊，嗯，杨凤九，是凤九吧？嗯，3年了就没见过他的影子，这家伙真是可恨。 哎，他是我们的朋友。 可是他穿了日本人的服装啊！过去是朋友，现在不是了。再看看吧，我要干掉他！卫国，不要鲁莽，知道吗？ 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
娘您好吗？ 娘，我回来看您了。这三年家里可好吗？ 娘，你走吧，大哥。嗯，我们早就知道了，你现在是宪兵队队长。娘，他老人家怎么了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他说过。 他没有做日本宪兵的儿子，真是你，美芳。 大嫂，这阵子辛苦了吧？还好，快歇会儿。哎，怎么？啊，是啊。妈，您好。妈，我们很怕给家里的人添麻烦，所以暂时躲到山里去。 求求你们，在他临死之前，让他跟我说几句话。哎，阿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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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射击！ 孩子，收拾一下你丈夫的行李。贤叔，你也替你二哥收拾收拾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？今天晚上，我们已经约好了，由上海来的向导一起上山。 什么时候回来呢？祖国光复之日。光复之日。嗯。光复以后，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会的。报国，我会在家照顾妈妈的。你放心好了，你跟魏国在外面，一切要靠自己当心才行。这国仇家恨。 法国，久违了！杨凤九，你住在训狗场的是吗？训狗场。
从事招来，在哪里？不知道。他不肯说。我知道你非常的聪明。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这个人一向都很心肠硬的。 挖下去。好了，不要再挖了。 曾经杀害了一个皇军，将来受审会背叛绞刑的。你当初选错了一个男人，哼，把他填平了。 住手！他虽然是一个杀人重犯，可是我还是尊重人权。我要把他交给皇军军法处。是。现在宣判，犯人许梅芳杀害皇军，罪名成立，判无期徒刑。 快点！嗯，来，哼，来。
嗯，哎，老李呀，啊，这位女犯人八成欲火焚身呢，好，我给你来点水。哎，来，来点水吧。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嗯。 你吃不惯呢，哼，要想活命的话，就得勉强吃。嗯，大概他还不饿呢。哎，怎么还不吃啊？嗯嗯，不饿归我好了。嗯，来，嗯嗯，耶，又不是你的，我凭什么要给你呀？喂，你怎么还不吃？我的嘴里面受伤了，现在疼得好厉害。嗯，啊，真的，伤得很厉害，好惨。 空空的啊！哎，是啊，这下可说到我心里去了，我这个肚子……嗯，你这丫头！ 我就把他给杀死了，他们把我送到军事法庭。我叫刀片儿，有一次有一个日本鬼子想强奸我，我就拿刀片儿，把他那家伙给拿了。<笑>我姐姐跟我们两个都是在马戏团里面表演的。
我有话问你。你放手，先生，请你不要这样。去你的！干什么呀？啊，你不要害怕，只要你跟我合作就行了啊！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不知道。嗯，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妹妹是个小孩，她不懂事，请你原谅放了她吧。哦，原来是姐姐，放了妹妹要个姐姐也是一样啊！岂有此理！ 请你放尊重一点。你竟敢对我无礼，好大的胆子！你知道反抗皇军是什么罪吗？啊！姐姐，姐姐，妹妹，妹妹。 姐姐，不要哭了啊！ 许梅芳，我们要互助才能活下去。现在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，你们小心点儿，跟我来。在3个月以前，我们就开始轮流挖这个地洞。 从这个地洞直线前进50公尺，我们就可以走到围墙的外头了。嗯，哦，哈，请进来吧。哈，啊，请坐。不用客气了。 这位是贵客，怎么可以绑起来？快解开了！是。我代表这些粗鲁的士兵，向您道歉。我只是想能见见我的女儿。你放心好了，您的女儿，在我们这儿一切都非常的好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居然想对抗大日本帝国！ 就像是想用鸡蛋碰石头一样，切！那总比那些卖国求荣的凉血动物要好得多了。哼！那咱们就去见见你的女儿。 是活着的，你先用不着担心。告诉我你的俩儿子，他们到底躲在什么地方？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他们都到上海去了。如果你想救你的女儿，我可以马上叫他们用凉水把你女儿浇醒。是。贤叔，杀！ 干脆你把我们母女都杀了好了，能不能救您的女儿，完全看你自己了。哼！要爆炸了！快点闪开！快点闪开！快点！闪开！闪开！快点！快过来呀！快快快快！快走开啊！ 现在开始工作！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过来啊！快工作！快，快，让我来。
是杀人犯，我们没有杀过人，这里是禁闭死囚的监狱，我们是无辜的，这种裁判是不公道的。嗯，你们敢侮辱大日本帝国神职军法，拉下去。副所长，这个丫头长得不错啊。 是犯了什么罪呀？ 佐佐木顾问在等着你，他是很喜欢作诗的，你不喜欢听，也有好好的替他服务，只要他一舒服，就会给你说情，减轻你的罪名的。快进去吧，嗯，嗯，啊，哈哈，嗯，嘿嘿，美人给您送来了。 好好的享受，嗯，嘿嘿，嗯，啊，嗯，啊，哈哈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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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啊，我的事情来了。这是我的作品。风吹芦苇飘动啊，太阳游动升起，夜晚黑气江水流动，夏季
季炎热，冬季可寒冷啊。觉得满意吗？我觉得非常的满意。你想保持副所长的地位，记住要好好的对待他。把333号关进来。好的，对待他，知道吗？贤叔，你昨天晚上到哪儿去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苏啊，哎呦，好香哦！你们闻见没有？好香啊！哎呀，再让我闻闻。是挺香的啊。什么？给我看看。给我，要不然我揍你！给我拿过来嘛！真是。哟，口红哎。哟，口红哎，好美呀、啊！哎，给我擦点儿。来，拿着，你来。333号，你的饭来了。我们的脱身之路只有瞭望台和瞭望台的中间地点，那还要挖多久才行呢？我看今天晚上大概差不多了。今天晚上啊，要是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姐姐，你看，果然请着我美丽姐姐，她就是335号的女儿吗？副所长，啊，我已经把粮食运来了。啊，你们在搞些什么鬼呀？
大叔。好。我认识你的，你跟我哥哥很熟的。地洞通了，有50公尺长，大概需要5分钟，我们就可以逃出去了。我们现在分开两人一组，要是听到枪声，马上就停止行动。霍姐，我跟你先走。下一个轮到你了。为什么还不睡啊？快点睡！哦。怎么了？水流进去了，也想办法阻止。我们在此地还要留多久呢？还是你一个人先到上海去吧，让我留下来照顾母亲、大嫂和妹妹。你们看见没有？这些逃狱的和想逃狱的人，绝没有好结果。
佐佐木顾问很喜欢你的女儿，你要以此为荣，这是一个机会。只要你肯好好跟我们合作，我会跟佐佐木顾问去说说情的，也许会赦免你的死刑。不必多说了，她不是我的女儿，那么说她也不是我母亲。我不懂什么叫做抗日，哼，我只知道做人要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就算死再多的同胞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副所长，宪兵队打电话找你。武田副所长，辛苦你了。我今天接到命令，兼任你们的所长，今天下午我就可以到任了，准备一下，好好给我接风啊。山本队长，此地就交给你了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，而你愿意去？哎呦，我听说你初恋的女人在那儿，所以你愿意去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我没有爱，只有恨。队长，欢迎新所长到任。所长，一路辛苦了。你代理所长职务辛苦了，武田副所长。哪里，所长请。所长请。此地生活愉快吗？哎，这儿的美女很多啊。美女。哎，今天晚上您的接风宴上也准备了几个。哎，还有啊。还有什么？宪兵队要提三个重要的犯人。提这三个是重要的人犯，所以宪兵队要特别审讯。是，这是我新上任的第一件事。走。把证件拿出来，这位是新到任的所长。新所长已经到任了。你们这帮王八蛋，还不快点给我开门！那是谁的车？快把门关上！截住那辆车！抗日分子的女儿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207号，207号，为什么不回答？是聋子吗？不是他，装聋作哑，你总有一天会向我屈服的。
这样做，绝不会有人怪你的。妈，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，可是我做不到，儿子。现在情势很紧急，我看我们不能够再等了，赶快回到上海去。我想一个人留下来。你还想像上次一样牺牲些同志吗？那次90%已经成功了，就是那个小子突然闯进来，凤娇太可恶了。队长，还是派我去吧，让我见见我哥哥。停止车！停止车！拿两人份的人，赶快站出来自首！妈，让他吃我的这份好了。放开！妈，妈，还不站出来？好，你们全体都要受罚。做辛苦，我并不在乎，肚子里没东西我受不了。对不起，我拿多了一份，这份是谁的？请你拿回去吧，请你拿回去吧，这份是谁的？你拿回去吧，你拿回去吧，拿回去吧，拿回去吧，拿回去吧。这份是谁的？请你来拿回去。我对不起。死亡报告就写企图逃亡而被杀死。是。是。我有办法了。
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哎，起来吧。你可真没用。拍照了啊！哎，看这里啊！哎，先等一等啊！我站这边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好了。请等一等。我来给你一个人拍一张啊。你到一边去啊。你走开。我来拍一张，你只要交给我怎么拍就行。好，我来教你。好，容易的啊。好，你教我。你从这里看出去啊。从这里看出去。只要把焦点对好，然后按下面这个就可以了。好，按下面这个就行了。对。好。来啊，准备啊，准备。你看我这儿啊，看这里，看这儿啊，看这儿。一、二、三。有过恋爱经验没有？我没有，没有。那你的人生也未免太乏味了。机要给我带来。是。遵命。207号带到。等外面。哼，你倒好。居然。跟梅芳换了一件球衣，你真狡猾。凤九，不知道你还认不认得我？小时候你和宝国是好朋友，还常常到我家来玩的，你总不会忘记吧？凤九，我并不是为了想活命才提这些往事。不误给日本人做走狗，一定不会有好下场。住口！我的祖国就是大日本帝国。什么呢？开门。哦，口气倒不小。我要你的脑袋。什么？告诉所长，他弟弟来了。哦，所长弟弟。哦，凤舞啊！
你来了，太好了。啊，我不是以弟弟的身份来看你，人跟禽兽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懂得爱国。不中听的话还是不要讲，我们哥俩好久没见面，让我们好好谈谈。如果你是我大哥，你还跟以前一样的大哥。你这抗日分子，来人啊，把这孩子给我拉出去。是。首长，这三天他一滴水也没有喝过。是要求你来了解我。说的是啊，有人偷我！哎呀！
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你先喝点热茶。是我爷爷把你救回来的，你安心在这儿好了。你是从监狱逃出来的啊、哦！你的衣服我们已经烧掉了。谢谢你们，你们对我真好。别客气，你休息一下啊。所长，你大概知道，女人的衣服是要男人来脱的。我本来希望你能够自动回监狱的，可是一直没见你回来，所以我亲自来接你。我实在不想伤害到你。可是你已经伤害到我们的国家了。哼！为我们的祖国效忠吧。你讲得不错。躺下。快点，快点，用力推，推，走开，滚开你们！咬自己的舌头，你吃得起苦是不是？啊，起来。屈不屈服？啊！好啊！舔我的鞋底！快爬过来舔，把我的鞋底给我舔干净！再给他一次机会怎么样？因爱成恨，而恨就不能变回爱。
大嫂，吃点这个提起精神来。哼，你还有脸跟你大嫂说话？不要你多事。怎么，我为什么不能多事啊？不要脸，陪日本人睡觉你神气什么？好啊，你还会打人呢。我也不是好惹的，别以为有日本人撑腰你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欺负我们。来吧，咱们两个来较量较量，看看到底谁厉害。站住！站住！不要脸，陪日本人睡觉，闭嘴！放手！别别别！我恨你们！不要！别要！别来呀！放手！放手！救救你们！不要打！不要打！你们不要打！放手！出去。大嫂，一定要鼓起勇气，不可绝望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并没有辩解。我想牺牲我自己，而拯救受苦的同胞，请你谅解我。我很惭愧，没有能够对母亲说明真相。你们一定要活下去，为光复祖国、拯救同胞而忍耐。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一定会把日本侵略者消灭，我们祖国一定会胜利的。大嫂，你放心。我会照顾我自己，暂时不要把我的事告诉别人，贤淑。现在很危险，请你转告一声。我知道。还有没有什么遗言？没有。啊，我替你把眼睛蒙上。所长叫你马上出去。哦。
美芳。包裹。美芳，卫国，你照顾嫂嫂。你没事吧？哎，等会儿再见啊！杨凤九，你不要怕，我们是朋友，你不要过来。我要带你回上海去，接受公平的审判。嘿，嘿。